欢迎收听 Coco 早餐。时间是七点十四分三十九秒，我是周玉蔻，欢迎您继续来到 Coco 早餐节目。我们的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七点到九点为各位播出，在北部 FM 一零七点七，中部 FM 九一点五，南部 FM 九零点一，宜兰、花东行地区九七点一，FM 一零七点七。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哦、啊。啊，上个礼拜六我到台中歌剧院去观赏《牡丹亭》中本的演出《人鬼情》啊，当然现场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艳，在全场三个小时，中间只有十五分钟的休息的过程当中，居然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是一出冗长的一个昆曲剧。 印象中，可能很多人以为昆曲很深奥难懂，但是苏州昆曲学院他们在白新勇先生等合作指导，以及在台湾非常多位艺术家，像西松、董阳姿、王彤导演，哈、啊，来自香港的合力演出，推出了华丽悠远似幽谷的之情的《牡丹亭》。 汤显祖先生四百年前的作品出现在台中歌剧院，两千多个人鸦雀无声的场面，多么令人感动，也多么令人为昆曲复苏像青春少女一样闪耀在全世界，觉得非常的光耀。这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我想，任何人也不必让他。 成为政治的标签。白先勇先生在出场最后，跟着所有的演员一起谢幕，很多的观众站起来为他鼓掌，我也站起来了。我为白先勇先生一生的执着、一生对美的爱惜，以及他对《牡丹亭》的投入感到敬佩，当然也对台上年轻的演员所做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叫好。 白先勇先生说了：“大陆有一流的演员，台湾有一流的观众。”我不知道这是褒还是溢。但是，听众朋友，你最近有没有听到非常多的人说，台湾像迟暮的美人，而中国大陆像青春少女？所有的一切，现在的执政者所碰到的问题，恐怕都是青春少女 versus。 迟暮美人，中国 vs 台湾，这个我等一下再讲。这个跟我们的题目也有关。今天我们的安排的节目非常的凑巧，在七点半到八点的时候呢，我们哈请到的就是年轻，洋溢着创新跟创意，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没有不敢，也没有不能。 只有不好好做，会落伍的想法。因此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图文不符共同创办人张志奇。什么叫做图文不符？资讯设计迈向社会设计的这个道路当中，所谓图文不符的目的是要弥平资讯的不对称。在台湾，资讯不对称或者是沟通不对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前瞻建设基础条例计划，因此真的是凑巧。除了图文不符的共同创办人今天要来到我们节目之外，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先生来到节目接受我的拷问。为什么我们这个行政院明明是要推出一个为台湾未来开启非常康庄大道，为新时代？ 未来的生活空间跟经济发展铺成飞机跑道的计划，到最后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纠缠了一个月，还是垂垂老父的姿态。为什么我们的行政院永远像一个黄昏的老人，永远像一个迟暮的美女，而我们所看到的民间的部门？ 却像嗷嗷待哺的青春少男少女，希望这个社会充满了让他们发挥的舞台。在这种对照之下，前瞻建设基础条例的问题，不仅是预算编列的问题，而是动机态度跟未来感如何掌握的问题。在这个前提当中，等一下我们的节目应该是非常精彩。如果你对台湾的未来， 如果你对这个政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你对林权跟蔡英文政府给我们的黄昏的预言感到无可奈何的话，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也有同感。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政府是唱青春舞曲给我们听呢，但是这个政府每天所走的道路却是踽踽独行，垂垂老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到底如何解决？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我要呼吁听众朋友，你不要袖手旁观，你也不要以为政治蓝与绿的对打就可以化解这一切忧郁。我们在“政治”这两个字，“政治”这个恶魔摩天轮的，嗯，启动之下，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光，快坐以待毙的时候，我们要的。 是年轻的青春的指望，而青春的指望不在于年龄，青春的指望在于你的心态。如果蔡英文总统跟林权院长对于台湾的未来，永远用台湾已是一个老妇、官夫的姿态来对待的话，那台湾哪里有希望？我自己做电台节目，从一九九六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前前后后三家电台二十年的时间。凭良心讲我22，我二十二岁出道做记者，第一个工作也是广播，中广公司的基层记者。我从来没有减少热情，也从来不觉得我的电台节目的资历是我走入黄昏本职的压力。这一点恐怕是很多的专业人士。 必须让自己的心灵澄静之后来思索的。我们很多的媒体界的朋友告诉我，当他们看到年轻的记者对新闻已经失去热情的时候，他觉得十分悲伤。我只想问：你有给他们热情的环境吗？我从小加入新闻界，都在热情的长官、热情的贵人以及。 无限赤诚的媒体的共同向往者的努力之下，工作了四十年。在礼拜六看完《牡丹亭》，给我注入活力的是一位何先生。或许您现在也在收音机旁边。何先生在我渡过马路，因为我原先不知道坐计程车要到后面去等，我走到前面过马路。 想要召唤计程车的时候，这位何先生从歌剧院的正门一路追来。他追了大概有三百公尺之远，他叫我的名字，希望我给他签名。我觉得我不是《牡丹亭》的演员，我更不是《牡丹亭》的诠释者。我有点惊讶，但是何先生说：“我从你第一个广播节目就开始听你的节目。” 听众朋友，这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这一句话就是我投入电台节目，每天早上用欢喜的心情来迎接一个非常非常无光无亮无阳光的早晨。你要知道，冬天我们要很早起床准备节目，冬天我们要很早起床把自己打扮停当来。 进行这么严肃的讨论，有一段时间我们讲的是市长选举，有一段时间我们讲的是立委选举、总统选举，在心情的调试之下，其实还是一个蛮艰难的挑战。但是，二十年来，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主持节目，如一日般，我把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当成我的知音。这位何先生。 他这一句话让我差点掉下了眼泪。我在他的《牡丹亭》的这个说明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旁边是王童先生。我觉得何其荣幸，可以跟一位知名的导演并排在《牡丹亭》的说明书里。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台湾是一个值得我们珍藏的地方，但是台湾需要。 各种不同的世代，用热心、用热情去生活。最近我听到很多反年金改革的人，对于年金改革所提出来的金钱的无限扩大论，令我更为觉得台湾这个地方真的已经进入一个美人不仅迟暮，而且美人自暴自弃的一个状态。从小，我们仰慕老师，从小。 我们认为公务员是非常难考试的一个高门宅地官衙。在我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进过公部门。没有进过公部门有很多原因：一来是我不会考试，不自找麻烦；二来是我知道公部门的束缚不是我向往自由的个性可以承担的。可是，最近我们看到。 英权政府的黄昏政策陆续推出，没有办法跟年轻世代对话，又看到对年金改革发言放肆的教授、老师、警察、军人、公务员。我想请教的是，你们这些都在退休生涯当中，你们的人生都经过黄昏的嗯缤纷，都经过黄昏之前太阳的灿烂的。 从总统到院长到阁员到这些拿着年金的公务员，你们有没有看到台湾新生的力量？现在十五岁的年轻人，他所向往的是什么？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平常所接触的又是什么？现在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对他的十年的规划是什么？我常常在节目里面用我自己。 是四年级前段班生的，这个年龄跟世代，向林权、向蔡英文、向民进党、向政治人物喊话，请你们不要站在黄昏底下，忘记了朝阳才是人类的力量。也希望这些对于年金改革去除几千块，而且是十几年当中才达到最后目标的这些年金。 害的黄昏老人们，看一看新生儿的哭泣，看一看新生儿的微笑，看一看新生儿的希望吧。今天我的节目所做的安排，先是请图文不符的创办人来到节目，然后请英权政府这位非常艰难的发言人徐国勇先生面对年轻人对这些资讯的质疑。我的目的只是希望。 听众朋友，如果你当中有政府人士，如果你们拥有公资源，请你们告诉我，一个国家应该是朝阳之上还是黄昏之系？如果我们的英权政府不再改变他的态度，如果我们的年金改革随着那些对人生的价值胡乱诠释的人而起舞，年轻人。 他们不仅没有追从的对象，恐怕年轻人还要蔑视、唾弃这一代他们所带来的一个经济奇迹，最后却被经济崩坏所淹没。c o 早餐节目没有很神圣的使命，但是我做电台始终如一，认真爱台湾，爱我的听众。马上回来。